Some of you. Hey, 主席，主席就涉及到政制及內地事務部其中一個新發展，就是他們計劃在武漢開設辦事處，增加7個職位，一個首長級的丙級政務官，一個高級政務主任，然後3個貿易主任，一個高級新聞主任和一個有時限一級的行政主任，如果政制及內地只負責推廣經貿經濟和貿易的話，不如將整個部署到經濟事務局好過，根本絕非當年大家心目之中感覺政制 內地事務局應有的工作，因為政制過去的負責除了政治制度、政改、選舉事務處等方面，涉及到很多人權方面的問題。所以如果你涉及到在內地方面的事，應該多關注香港人在內地受到對待的問題，而不是發展經貿的工作。而且經貿已經超乎香港的負荷了。 大家都清楚知道香港在實際的運作方面，雖然有多個研究指出，香港家下在旅遊方面是依靠內地，佔了全國國民生產總值1.幾%等等，創造多萬個就業機會。但另一些研究也指出香港是超乎承擔能力的。 所以在這方面的發展已經沒有什麼需要，特別去到武漢這方面作辦事的用途，所以這些職位是完全浪費公帑。還有想提出一個意見給政府的話，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現在很多辦事處，如果大家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的時候，每個公共屋邨都有派出所的。 警察那些辦事處做做下都無需了，因為這個資訊發達，他們有這個對講機，最後研究用這個流動形式的做法是絕對好過住在一個地點的。小販管理隊也是，小販管理隊以前就動在一個地點的，其後就整幾部車周圍巡。其他政府部門的發展已經隨著管理的概念， 或者是資訊的發達已經逐步取消，由60年代更新替故，當初取消派出所的時候，地區反彈是很大的，每個屋苑每一個居民都希望自己樓下有一個派出所，但是慢慢接受了這個要求，但是你現在就背其道而行，內地事務部 就將整個香港的管治思維大陸化。內地很流行的，主席你都很清楚，內地每一個地方辦事處、每一個鎮、每一個大型企業或者每一個村辦事處都好，都很想在香港開個辦事處，給個機會他下來香港接觸一下外面的生活，或者透過這個往來或者透過開設辦事處， 方便他們其他發展，或者可以送一些親人來香港打工，因為這些辦事處是需要有僱員的，或者請他們皇親國戚擔當這些職位。這是內地大陸化，這是行政管理大陸思維模式的做法。現在香港政府為了發展，達到某些政治的成效，或者自己官員之間的互相利益輸送，或者培訓他們日後找工， 而將整個行政管理和其他局和其他政府部門的發展模式完全背道而馳。所以你不如真的好像其他地區或者其他發展，你應該整一個香港政府由香港官員負責24小時的熱線，透過網上也好，透過電話也好，提供直接的服務。 你在武漢也好，你在四川也好，你在黑龍江去到山東也好，內蒙也好，
你有個電話你就可以尋求協助㗎啦嘛。你使咩有個辦事處喺度要人查詢啫？你而家內地好多嘢都係全部係即係電腦化，資訊呢個嘅發達直接嘅，係嘛？你要有個每個辦事處喺度要人嚟，真係拗腳趾有時真係，係咪？即係製造呢一個嘅即係浪費。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咁樣嘅發展模式咧，不斷咁樣開設。哇！你跟住發展嗱，開頭就幾個地區啦，廣州、上海、北京，跟住又開咗呢個四川啊，呢個嘅成都，跟住又去埋武漢。哇！但係你各大城市都要啦，係嘛？呢個嘅南京啊，呢一個嘅即係雲南啊，其他省市你個個都要開啦，啊，去到烏魯木齊都開埋啦，不如。咁你變咗呢個咁嘅做法咧，冇窮盡噶。中國地大人多咁多人，哇！你要香港淨係開呢啲辦事處，每個城市每個省都開，香港破產啊！咁所以你喺呢個服務推廣同埋喺個設計方面嚟講咧，整個思維模式係錯誤，而呢個錯誤即係嗰個影響性即係唔可以低估，因為日後有機會呢個錯誤。其他地方都學噶嘛，其他部門都學噶嘛，個個係咁學嗰陣時，嗰、那個公帑嘅開支咪無窮盡，呢、這個浪費亦都係無窮盡。咁多官員咁多成日翻嚟香港服務香港人，係咪啊？幾多即係老人家仲要執紙皮？哇！以黃國興嗰個概念，黃國興唔喺度啊，主席傳召黃國興翻嚟，等我講俾佢聽，問佢問題點人。